早教这个东西到底要投什么呢？来，郑文灿，暴力早教永不妥协，暴力早教永不妥协，保育早教永不妥协，保育早教。哎，这样动作是不是有点色情？看下一则，早教之前都在环保的那些团体，现在都不出声音哦。我也要感谢如今支持政府在外推方案的几位重要人士：詹顺贵律师、时任农委会副主委的陈吉仲、中兴大学环工系的庄秉杰教授。点点名，点出昔日战友，细数过去，这些人都认为观塘并非三阶的唯一选择。可如今支持政府的在外推方案，让潘中正感觉被背叛了。可能他们一时呢，没有认真的去算好这一些的相关的利弊吧。他们不是没有算好，他们是把他们的薪水都算好了。你以为他在算那个哦，早教什么哦，推到几公里才被破坏早教？他们不是算那个，他们是算他们的薪水啦。曾经不管是一起拉布条、搜集联署书，还是和潘中正站一排宣誓早教永存，都能见到地球公民基金会和绿色公民行动联盟。但这两个环团现在都表态，早教公投将投下不同意。以前国民党执政都在那边绿色早教环保救地球救台湾的生态啊，现在蔡英文出来了哇，乖的跟什么样啦、啊？我们不要把话讲得那么难听啊，乖的跟狗一样，哈哈，就是话就是那么难听啊，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那么难看嘛。那些环保团体都跑去哪里啦？早教的新闻哦，老大用最后一个结语啦，我们用他们以前的画面来告诉我们，早教这个东西到底要投什么了？来，郑文灿，暴力早教永不妥协，暴力早教永不妥协，暴力早教。永不妥协，暴力早教永不妥协。来，跟着我们一起说，保育早教永不妥协，保育早教。哎，这样动作是不是有点色情啊？保育早教永不妥协，这是一个优质的频道。保育早教永不妥协，通常欧美，好，这是优质的频道。啊，我们要业，有没有业配了呢？哦，皮肤不好，我们永不妥协。那我们今天业配商品出来了，要跟老大一样皮肤漂亮的，真的不能妥协哦，好不好？有保养真的是有差哈、啊，笑死你了！民进党才笑死你，要不是我好笑，是他们好笑，好不好？暴力早教永不妥协。